特哥，你想一下，这个是你的耳朵。要慢点，要出来了，要慢一点，要慢慢的。啊，今天是久违的闺房之夜，继上次闺房之夜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。可能是六月的时候。建隆东，你刚刚那样剪刘海可以再一次吗？顺便吐舌头。我都会这样子捏起来，然后这样。可是我都会。你有给他们看过吗？他有两种版本，一个是网上看，一个是。我喜欢赵姬演的。那我不信，我要看。不是是这样吗？好，两个一起吗？可以啊。人家乔西穿的多公主，穿的跟阿尚一样。你不要在那边啊！我看跟阿尚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开吗？我是不介意你开啊，但是我介意他们开。我自己看，好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很香。我出去外面，不要这样，可能有点流汗。不会啊，我还是觉得很香哎。是吗？就是有某种。而且我不喷香水味吗？我不喷香水。你这样还不是香水味？我没有喷过香水，也不是没有喷，我今天没有喷香水。那真的是美女都是香的。那你有喷吗？我好像没有哎。闻。我怎么？我怎么没喷？我跟你讲，我怕我有点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一下会流汗吗？不会，我没有一毛哎，我本身就不会长。你明明就明明都有羊肉。腋下都是甜的，你是高雄人吗？那高雄人算甜的吗？他我们下面台南比较甜，是没事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对我做什么事，我就对你做什么事啊！哎，不是我有两根毛哎，我现在就去拿剃毛刀，我现在就去拿剃毛刀把这两根剃掉。两个台女，对啊，我们两个是台湾人啊，合情合理吧？啊，不然呢？我们两个是日女哦。还是什么？我们俩是啊，越南。哎，对，有的人我很像越南人哎。但是大家有印象都是就是比较漂亮的越南女生，所以才会觉得你很像，就是有混法国血统那种越南人。日本女生很漂亮，不是很多人都说你像。我其实我不觉得，他们只是说我长得像 AV 女优，不代表我像日本人。像某些漫画人物。我觉得不像啊！你说像漫画人物吗？确实，车立巨人。好啦，看跟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说，哦，你是要 cue 我这一点吗？没错，像有啦，你这哎，乔西真的很强哎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，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学怎么跳。你先想，我觉得我跳舞是因为我很喜欢去夜店跳舞。就是很久以前，我很喜欢去夜店，就是从晚上十一点，就是朋友约我去晚上十一点跳到早上，真的，我真的一直跳，然后只要有人过来的时候，说不要吵，我在跳舞，真的，我说我真的在跳舞，就是爱跳舞到这种程度。但我是看到你就是那六 D 跳舞那一段，好可怕。那个跟前任有关系，因为我算是会跳舞的人，所以他们看过我跳舞，就会希望。就是有一些小情趣嘛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所以那个是过往小情趣的经验是吗？对，我在后面我压力超大，我猜冰汉压力也超大。然后我跟冰汉，我们两个就，然后就有一个梗图是那种按钮，然后就我们两个表情大概就是那个状态，我们两个就看乔西跳，你知道我们两个是要怎么活吗？那现在攻守交换，我感对，我感觉你刚刚就是会一直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看着我。对，他就一直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看，就像我平常看镜头的时候差不多那种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对人家跳需要那种你要很熟悉，
你要很熟悉非跳舞的那种靠着椅子啊的那种、就是、对氛围，我觉得那个好需要经验哦，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我很抱歉。考虑开 ASMR 台，买那设备应该还好，没有镜头，没有镜头贵，镜头我怕我只用过一次，然后就一直被骂，你知道？被骂，就是觉得声音很奇怪啦、啊，或者是不喜欢啊。让你舔一下，他们就不会不喜欢。你能接受舔麦舔、那個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再一次，特哥，你想一下，这个是你的耳朵。要慢点，要出来了，要慢一点。好，要慢慢，要慢慢的。慢速的，真的假的？慢速的。有吧，但是类体验，这虽然不是 ASMR 机，但是就是类体验，类体验。你说，你是双性恋吗？不是，我是，你是，但是你有喜欢过女生过吗？我喜欢过女生过啊，14岁的时候，我交往的就是女生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呢、你们有到哪种程度啊？啊、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是观众，你的观众知道这件事吗？知道跟女生在一起，但后续可能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哦，知道。达达应该没有在聊天室吧？他没有在聊天室。你们应该不会截图跟他说吧？没事。如果是你主动亲的话，会跟刚那样不一样吗？开始也是。一样，可能就有多了舌头之类的吧。真假？你敢对我用舌头？我有看过你对别人用舌头、啊。我没有对别人用过舌头。他伸舌头啦！他自以为是舌头，就不是。我没有伸舌头。哇！没有，我看你很深情的看着我、啊，我害羞哎、欸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我以为你要。请啊！我看你怎么存在抖啊？是吗？你真的伸手头了？还在实况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觉得我会怕，会就是女生亲亲我，有时候还是会带一点害羞，也不是害羞，就是紧张，是因为我没有把女生就当完全当成就是同性吗？因为我是双性恋，所以我不会特别觉得说女生就是不可能这样。我很怕倾诉感情，我怕我会倾诉感情，所以先不要。东哥说你跟我一定不会倾诉感情的，下次记得两位跟我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在那边打嘴炮，我就看你老婆怎么收拾你。你听过这首吗？咦，你说还干嘛？你也太难听了吧！